由林忆莲、张惠妹、蔡健雅和那英合作的女生团结音乐节公益演唱会，四天后首度合作，要帮助受虐少女为他们募款，而女孩们的真情感谢也让天后们感动落泪。林忆莲、张惠妹、蔡健雅、那英四位天后首度合作，一起站出来，要在公益演唱会上为受虐少女发声。希望能够帮助的一些对象，就是受到家暴跟性侵犯的一些妇女，因为能够给他们这个声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意义。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女性的一个结合的一个音乐节，真的不要分任何的什么唱片公司，还是一些复杂的一些因素，没错，真的是因为我们爱音乐，我们想一起做音乐，然后贡献回给社会这样子。演唱会上受虐的少女们也会与天后共同演唱自创曲，女孩们真情的感谢也让蔡健雅感动落泪。我们也会学习如何从恐惧中面对恐惧，从挫折中再站起来，然后就我们也会一天比一天还要团结，然后互相关心对方，照顾彼此，然后谢谢你们。非常善感的天后们呢，在后台已经在台后已经有一点这个湿眼眶，我们拥抱一下好吗？来，演唱会10000张门票开卖当天28分钟内就被抢购一空，天后们也希望借由活动让更多人帮助受虐少女重展羽翼，勇敢飞翔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林佳伟、吴怡晴，台湾台北报道。